咱们的霹雳娇娃第一位婷婷小姐哟。哎，以后裙子可以弄大条一点，是是是。好，接下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哎，嗨，大家好。啊，是是，今年贵庚？21岁，哇，还非常可爱的双十年华加一岁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今天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看他们到底谁听到《印度魔咒》这首歌，好吧？就是我的主题曲了，有听过吗？把我的皮鞋擦黑，把我的皮鞋擦黑。那一首有没有听过？哎，给你听一下原版的好不好 ？Music。Yeah, oh, everybody, come on, y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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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,好，好好好好，准备好，第一位先听 NONO， 好吧，你看看他表情有没有在听这首歌，预备起，前奏，好，时间到，好，老樊该你啊，预备起。哎，哎呦！哇嘿嘿嘿嘿！我的灾！还继续继续，预备起！哎哎哎！爱情那恰恰很像。好 ，OK， 好好好，下一次。哎，好厉害，他跟在 18 跳的一模一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，哎哎，再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小钟了啊，一百，请戴耳机。假，哪有什么假的啊？哦。你变态，你嘴巴还唱出来，让人家怎么判断？哈哈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但你有道具吗？有道具啊？好假！我刚拿到谁的少？啊，这没有我的在地上，没有这你的这里。一百七，耶！又搞，你是模仿高凌风啊？你脖子不见了。好的，停。好，来来，一安停，一安停。啊，安停，先把耳机戴上啊。一百七。哦，了解了，怎么说？所以没有出唱片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会吹到气虚呢？好 ，OK， 好，哎，这样，你觉得哪一个最没有听的？没有，猜谁听到了？印度吗？是吗 ？NONO 唱，好，请准备颁奖典礼，来拜堂姐。预备，到底你的答案正不正确？正确的话只花一桶，不正确的水桶一桶，请坐好。一、二、三，答错，错，错。哦，哦，第一位霹雳娇娃，旁边休息一下啦。哎呀，那我们看看到底谁听到的是《印度魔咒》？先来看看这个 NONO 版是什么？啊，没音乐啊，没音乐吗？对啊，从头到尾都没放歌啊。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我都没音乐啊，自嗨啊，就自嗨啊，对啊，啊，而且还用哨子吹出了印度魔咒，对啊，连前奏都要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凡听到的是什么？什么歌？迪哥啊！他是这样，你这个野孩子，好厉害！
所以你有时候看看 AT 有没有，他跳的跟你放的歌完全不搭。太厉害了，哎，这你还可以属于自爽型的，你的歌是什么？这个比较扯，这个等一下大家来找他好了。台语的，歌仔戏你搞成这种味道。快中风了哦，厉害厉害！所以正确答案叶安婷小姐。